欲改不破，万法无从，是欲改执法相生之阵，往生的主，就是永不来定。天时将至，不知降临。这两人非是一般高僧，恭迎天明教。恭迎天明教。恭迎天明教。众合声中，一道潇洒身影，一步一步踏上圣行之路。见过后，这两位上师，天明教法号为何不减昏睡？天明教的可敌雄豪天明不敌？因为我并非天明教。将以为意，设立在场一片化人。红军的分家，你可知自己的水什么？我虽我并非天明教，不分为何如此决定？佛祖，承接佛德天命，不分自贪不足，下不待定，你将修行。一阵修行也将功亏一篑，我本就是俗家弟子，无什么损失。别混，哼！哦，红西，哦，哈，有恁两个大师出面。我的回归之后果已经充足，根本不需要我使用你。哼，别混，可否说出你之心意？除非我真正超越不减昏睡，否则免谈。我等左手，不走。别混，王兄尊重你之意愿，多谢不走。天明教虽未应接天命，但佛德却顺利应会。你佛定义也算功成，但你所前往六界塔静心修行十日，是。时令时之内，佛德回归，往生佛祖三郎静心布阵。迎接将来灾祸，因为金光为何如此动怒？因为令我失望。当初别魂年纪轻轻，便通过修罗六道金光塔，随着前往大圣灵魂寺修行，练就通天心法，实践七业。师徒相持之恩，在当时已了，所以人不管以他修尽，令人失望的多。我知晓人爱多心切，但结婚心性，人最是清楚。未来已必定成为另一名天命者，佛祖之，我佛祖。每一个人皆负天命，天意鸿毛，忠义泰山，不分贵贱。我如何做之言？我何作弊？行将在我，不累多罪。别分剑入心之中，接受静心十日的考验。哦，心难修。不知佛剑现在如何？杀生为何生？斩业为斩人？永宝，明仔载啊，阿爹带你来去买葫芦糖。你讲有？你真正是买着给囡仔吃糖啦？啊！
什么声音吗？哎呀，查某抓回，其他拢杀掉，将这袋物件甲粮草拢带走。能紧走啊！紧啊！紧啊！这边走是倒位，杀！虎坤，虎坤啊！阿爹，阿爹，虎坤啊！永宝，你紧走，你紧走！我求你放过伊，伊只是一个囡仔。得瑟啊！啊！阿娘，阿娘！今仔日抬一个贵人咯，什么人拢同款。就在此时，环境响起，一道白色身影正气道出。回首，你想回首？万物随照，黄土不干。这几人可以动什么？小心小龙，入地个不干，不朽命令。杀生为何生？斩业为三人。永不复生何事？被阮大哥是派人来抢物件，阿爹阿娘拢被杀了。啊！是谁救了你呢？是一个大叔制裁派人。回首叫什么名字？我只知影伊讲了一句话。嗯？杀生为何生？三业为三人，不减粉碎，是你改变风景的理念，咱两人幸福未婚，一定要回来。我发西林西之人全面戒备，准备迎接谜底的风波，众人修行深思，是。就在此时，西飞猛天，暗击夺物林，孙亮飞角大军之来。啊！我发西林师马上交出蝴蝶，无非那就杀不下。我等。是智星金光，有我，看来此战此必咯，欲盖不破，万法无踪。